找个目标恶搞下老婆，目标已锁定。哎，老婆你听啥？你听啥？哎，是他，老婆，你看那边那个男的了吗？就是他，原来叫我5万块钱，一直也没还，今天可算是让我找到他了。啊，你等会儿你别管，我今天非得把他弄惨了。老婆，你最近火气稍微有点大，像这种事儿，你坐他身上吧，你看我的就行了。不是你能行吗？哎呀，你坐这儿就完了，你看我的啊。啊，等着。真气了，真气了，水哥，你今天运气不好啊，你遇见我家这个老虎了啊。哎，我看要吵起来，哎，我看要吵起来。哎，雪哥，你千万别动手啊！啊，不行，我得下去给解释一下。我看要吵起来了。啊，老婆，啊，老婆，你来的正好，你看是不是这人欠你5万块钱？啊，我又不认你老公，有病啊！他不还钱那就算了，他还说他不认识你。啊，我不认识他，认识你吗？雪哥，你先消消火，不好意思啊，这是、哎、这我嫂子。然后呢，他那个脑子有点不大正常。我那啊，嫂子，赶快走！赶快走！Later。哎，老婆，他没追上来吧？哎，老婆，我跟你闹着玩的，你别生气啊！哎，你别生气啊！你别生气啊！